知唔知啊？而家香港警察嘅 Facebook 咧，多咗一个卡通人物叫提子，系提防骗子。因为呢排多咗好多电话骗案啊，佢咧首先就会打入美国电话，就扮系公安人员啊、警察啊，甚至系个仔添噶。如果嗰啲骗徒叫你俾啲钱佢，或者过数俾佢嘅话咧，记住一定要打咗警方嘅防骗热线。一八二二，我冇咁二二二。